周边性的原因令到佢咧嗰个，令到佢见到周围啲嘢系好似转下转下咁就，令到佢咧就系一种好晕嘅感觉啊。但系咧通常咧呢啲咧都唔会话令到不省人事嘅。咁呢啲通常啲周边性原因，譬如包括有啲系啲耳石啊，耳石松咗啊，或者一啲系所谓嘅前庭嘅功能有啲障碍啊咁样啊，或者系有阵时所谓嘅前庭嘅神經線發炎，或者正式嘅所謂嘅萬尼氏綜合症，所謂正式嘅耳水不平衡。